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9月30号以及10月1号2号，也就是星期六、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水瓶座的朋友，有机会跟老朋友相聚，大家一起共度一块非常欢乐的时光。天秤座的朋友呢，家人之间的共处可以让我们唤起很多美好的记忆。天蝎座的朋友在周末假期可以有机会好好的追剧，让自己的心情也放松一下。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摩羯座的朋友，最近可能周末需要赶工加班而引得伴侣的抱怨。双鱼座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哦，抵抗力比较差，不要感冒了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红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咖啡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2，颜色是白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6，颜色是橘色。